我在这儿抽大烟，为什么你们都自甘堕落？为什么？哈哈哈哈！妈的！哎呀！王飞鸿，专门跟我作对，你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我今天不拆了你烟管，我就不会出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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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青黄玉准引人抽大烟，今天我让你抽。此仇不报非君子，咱们走着瞧。走，哎呦喂！师傅，您老人家身体不好，怎么还出来啊？我这几天没出来照面，现在特地来看看这小子有没有偷懒。肥红呢？阿苏，在。肥红上哪儿去了？快说。老爷，小师傅好像上万山茶楼去斗蛐蛐了。哼，这个臭小子，一天到晚不是玩鸟就是斗蛐蛐。万山茶楼是提督大人侄子的地盘。但愿这个臭小子在那可别招惹他。阿苏，快去找他回来。师傅，您不舒服，快回去休息吧。是，快点回去休息吧。别管我，你带弟子们练功吧。是。赢了，哎呀！
哎，鳗鱼灿呐、啊，你的红麻头啊，今天又打败仗了。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你们也没什么好货色跟我的常胜将军斗了。算了，我们走。哎，慢着，等等。哎呀，黄飞鸿今天怎么这么顺溜啊？有什么好货色，尽管拿出来呀、啊。我说你们见识少，看看啊，就这个打遍天下未逢敌手，一天斗几场都嫌不够。他的名字叫麦，嘿，乡巴佬，告诉你也未必懂，怎么样，读不懂？哇哇，这么大个啊！嘿嘿，读大点吧。要大多少啊？你说好了。好。我赌这300，杀了！你有多少？啊、快拿出来！这拿出来！这，好，我有30，我有20，我15，我10块，我也八，怎么样？啊？不怕，不够我包。哦，我加大100。哎，他比你大，想清楚了。哇，笑得我发抖啊。这样吧，如果你甘拜下风呢，那我就算了。哎，跟我们小师傅求个情就算了，干脆磕个头算了。好，跟你赌，全注400。什么卖准是没劲儿了、哎、还有什么货拿出来呀、啊、收钱收钱等等怎么着输不起呀 啊实在是欺人太甚输了呢本来倒也没关系哦想出老千了你、嗯、看清楚了哦原来你出老千了啊原来是你出老千呐抓他去见官是啊哎呀哈少爷啊这你这是他的主意啊切明明自己被人识破了还找个人来替罪仗着有后台是不是啊怎么眼红啊我就是有后台不服气啊小心小伤疝气给我揍他快跳
老爸，你真行啊，你这么高都能够跳上来。你这个瘦小子，净给我惹麻烦。他踢我一脚吗？别废话了，快跟我回去。走，我还没还他几脚呢。我妈的，你们爷儿俩欺负我，我再揍你一拳。我这样，喂，别打了，你打我爸。爸，爸，我去。哎，哎，老爸，你打，拉住我，拉住我，好吃。别打，别打了。哎呦，哎呦，打我，妈的，有种等着我。你别跑。飞鸿，别打了。哎，你别追了。是他们先动手的，你可别责怪小师傅啊。是啊，我们都在这儿亲眼看着呢。为老不尊，教坏子孙呢，我。哎哎，老爷，皇上，老爷你，小师傅，老爷晕过去了。哎，老爷，去吧。啊，师傅，你好点了吗？能好得了吗？你出去吧。啊。老爸，我想你一定有话要跟我说吧。哎，飞鸿，我曾经再三的叮嘱你，警告过你，叫你不要惹是生非。俗话说，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将来吃亏的还不是我们百姓。话不能这么说，虽然他们是做官的，可我们也不能老让人欺负嘛。你不惹他，他怎么敢欺负你？老爸，你不知道那些坏家伙，他们整天欺负人。你还说？我想我这把老骨头，怕熬不了多久了。爸，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又不是第一次欺负你。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不说了，不说了，还敢顶嘴？你这个臭小子，不学无术，整天想着出去玩啊，将来怎么继承父业，发扬宝芝林呢？哎，老爸，你别生那么大气好吗？那等会儿你心平气和了，再接着教训我，行了吧？啊，提督那方面我不担心，凭我黄麒麟三个字，我想还是能给我点面子。哎，老爸，这你就有点不对了。平时你教我呢，说练武之人要谦虚，可是现在你自己呢，就有点那个啊。你意思是在说我吹牛？哎，多少有那么一点儿。你专心点，听我说好不好？啊，我现在告诉你，在十几年前，有个东瀛的浪人来到我们中国学艺，他叫石兵卫，他本人是东瀛武林的高手，来中国是想称霸天下。我看那个人心狠手辣，又为我们中国武术的精神，所以他被我逐出师门。他临走之前跟我说，一定回来找我报仇。嗯，想报仇啊？有我在，你不用怕。你行吗？你、哎、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哎，从你的眼神我就看出来了。哎，没办法了，露两手给你看看。怎么样，姿势不错吧，老爸？老爸，捅着我肚脐眼会很疼的。臭小子，你本事这么大，那你接我这招数啊！嘿，老爸，老爸，你怎么了？啊，你别吓唬我，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家属谢礼。本门师叔苏师傅上香，黄引林黄师傅上香，武威堂苏师傅上香，小师傅，哎呀，你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小师傅，
我可走了啊！你不吃就算了，饿死别赖我啊！小师傅，你在里面干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那个聚宝盆可是宝贝，你不要我要，我可喜欢，我拿回去玩啊。各位师叔伯，还是请到内堂享用茶酒。现在不是闲话家常的时候，飞鸿侄子哪儿去了？各位老爷，大师兄，小师傅已经几天没吃饭了，我怕他的身体。那么今后宝芝林由谁掌门？现在战犹不才，勉力支撑，以后还要请各位师叔、各位师伯多加关照，多加关照。别这么客气，你师父跟我们情同手足，我等不帮与理不合呀。飞鸿这小老弟也真是的，宝芝林怎么能没人主持大局呢？就是嘛，俗话说父传子家天下，等到师弟大练过后，我们三个老家伙再去劝劝他，尽快的接任掌门，你们说是不是？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大的宝芝林不可一日无主啊。言之有理啊。就是嘛，所以我说啊，我们三个一定得再去好好的劝劝他。你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还是谁惹你生气了？不错，宝芝林这些年来里里外外哪样不是我替师父代行处理呀？黄飞鸿只不过是纨绔子弟，不思进取，疏于武功，何以能成大器办大事？师父就是让他给气死的。宝芝林早晚毁在他的手里。你说的这些事不一定全部都对。听说飞鸿师弟本质好，天生就是一块习武的好材料。再说父业子承则理所当然，而且飞鸿也很尊敬你，你又何必发这么大火呢？难道他真人不亮相，深藏不露？今天晚上我要逼他亮相。宝芝林，让开，让开！大师兄，你上哪去了？大师兄，大师兄，你别走啊！师父，我不会怪你偏心，怪就怪我自己笨。
志林这些年功夫一点也没学好。哎，大师兄，哎，师兄，小师傅，大师兄这是怎么了？大师兄是想试试我的武功够不够资格做掌门人。不早了，大家去睡吧。嗯。我们在广州办理烟雾可就方便得多了。是的，是的，是的。马少爷，我们开点吧。马少爷请。哎，里面请，里面请啊！恭喜恭喜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少爷！呵，青黄玉准呐！这什么世道，公开抽大烟不像话！要不是官府撑腰，怎么敢这么干呢？卖鱼菜出了什么事了？人家烟馆新开张呢。哎呀！哎呀！是你自杀呀。青黄玉准谈话室，怎么现在谈话也得领了牌才能谈呢？哎呀，挂着羊头卖狗肉嘛。这谈话室是专门抽大烟的。是青黄玉准抽大烟，就是当今皇上鼓励百姓们当烟民呢。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对对对，你不结巴行不行啊？就是那天让大师兄给打的，你看你看啊，你活该呀你！小师傅，今天是老爷的忌日，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忌日固然重要，不过我想早点去提督府弄清这件事情。你先回宝芝林吧。小师傅，我也去。大师兄，你回来了，快点进去吧。啊，走，快点进去。走。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今天是师父的忌辰，我专程来拜祭拜祭他老人家。
拜完之后我就走。大师兄啊，你应该留在我们宝芝林的。大师兄，那天晚上的事情飞鸿师傅一点都没有责怪你。是啊，我们很想你重返宝芝林，师傅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你的。是啊，你们听着，我罗威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既然已经说了永远要退出宝芝林，就会坚持到底。如果我出尔反尔，将来怎么会对得起九泉之下的仙师？你们也不用再劝我了。他真的要走？黄七营出来受死！你这是什么意思？请问你是什么人？来我们这儿有何贵干？我是什么人不重要，叫你们当家的黄七英出来见我。我们师父前几天已经去世了。为什么要以死来避开我？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对我师父无礼？滚开！黄七英，你是胆小鬼！已久，如今英国商务代办公然广设谈话室，使百姓受害日益加深，他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落入了洋人之手。在下飞鸿恳请大人立即下令将烟馆封闭，以救万民脱离苦海。哎，黄飞鸿，虽然你言之有理，但是这件事牵涉到朝廷的外交事务，本官不能擅自处理。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斟酌斟酌。大人，但是禁毒如救火，我想不能再拖了。嗯，哎呀，这么大的广州城，不是人人都抽大烟吗？你太过担心了。大人，可是这件事情，本官自会处理。在下唯有先告辞了。下去吧。是。哎，小师傅，小师傅，怎么样？回去再说。哼。嗯，来来来，姑妈，嗯，来您坐，哎，坐坐坐。我说老爷呀，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为难呢？哎呀，这是黄飞鸿叫姑父禁烟呐。哎，姑父，您犯不着听那小子胡说，他整天跟一帮流氓在外面惹是生非，还专门跟我们旗人作对。哼。听说你在宝华西街开了间烟馆，是不是真的？那是承蒙英国商务代办史密夫先生的关照啊。混账！我身为提督，你居然做出这种事，分明想难为我。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铁儿啊，是你的亲侄子，他这次能在洋人面前做点大事，你这个做姑父的怎么能唱反调呢？谁在外边鬼鬼祟祟的，滚出来！大人，哼，以后铁儿出了什么事，我唯你们试问。是，老爷。哼！哎呀，谁叫你们两个出来的？你们出来干什么？滚滚滚！是是。大嫂，对不起，我来晚了。少爷，您可别这么说，要发生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的。这都怪我太任性了。阿威太小气了，还是你气量大。大嫂，阿威自从离开宝芝林以后一直都是闷闷不乐的，今天你还算替师门尽了最后一点力。要发生的事想避也避不了。少爷，我没事了，你还是先回去吧。大嫂，以后你的生活由我来照顾。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还是要提防那个东洋人。为什么停了？我不喜欢吹了。嗯，你太任性了。哼，你明知道我听到笛声才可以心境和谐。哥哥，为什么你要把打败人家作为自己的快乐？难道没有别的事令你更开心了吗？这个你不会明白的。我要你告诉我吗？你说啊。嗯。哎呦，哥哥你好坏啊，老是用武功来欺负我。英子，你没事吗？哥哥，看你现在不是很开心吗？你要是别去跟人比武了，最多我经常让你欺负一下。嗯，胡说八道。我不是胡说八道，你出去比武我好担心啊。你这个傻丫头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每次比武不都是胜利而归吗？不过可惜每次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打败我的人。哥哥，你居然想人打败你，难道你败了有好处啊？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学习武艺最高的境界。嗯，有那么深奥啊？哼，英雄最孤单，无敌最寂寞。要达到武术最高的境界，就必须要不断的磨练，勇闯巅峰。中国人有句话，玉不琢不成器，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让你碰到可以把你打败的人，他将来会怎么样？那么他就最寂寞，最孤独。那你呢？永不存在。天啊，求求你不要让打败我哥哥的人出现。广州要挑战的就剩下石家馆了，打完了之后我们回日本去开馆授武，我们就用不着过这种挑战的生涯了。真的啊，哥哥。英子，你也应该结婚了，做哥哥的怎么可以带着你的丈夫啊、公公还有婆婆到处去比武呢？
哥哥，你好坏啊，老是取笑我。英子不嫁人。嗯，真的不嫁吗？不嫁。那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相好的。嗯。哎，谁来了？哎，二愣子，您添点水吗？来来，这样坐，这样坐。哎，好好，坐坐坐坐。哎，您慢，这不是吃点？哎，给您添点水。哎，给您添点水。哎，吃完了，国际不告诉你。给您添点水啊。哎，添水吗？哎，添水吗？来来来，给您添点水。啊，小鸟！哎，小子！喂喂喂喂喂，小二，你放走了我的相思鸟！大爷呀，我不知道这茶杯里有只鸟，我根本不知道啊！不知道就行了吧，还不快点赔钱？赔钱呢？是啊，就算你赔1000块大洋，也买不回我的长胜将军啊！什么1000块？哎，两位大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事好商量，好商量啊！好商量。是是是。好，那你就评评这个理。嗯嗯。我要把要决斗的相思鸟放在茶杯里洗澡，还让他给放走了。哦、你说怎么啊？你说怎么啊？哎，老板，我只顾着给他加水，不知道里边有只相思鸟啊。哎，你一定串通了村民冯老七。诚心放走了我们的长胜将军，好让我们赔钱认输。好，少爷，我看这次就当我们不对，您呢是老主顾了。我看你大人有大量，鸟飞走了，我们赔就是了。赔？我的长胜将军是无价之宝，你赔得起吗？这，好，少爷，您说得赔多少呢？我要10个。太多了。那最少也要5个啊。少爷，我只有这么多。哼，好，今天大爷我心情好，你走运，收下了。哎，哼，嘿嘿嘿嘿。哎呦，我的姑奶奶！哎，这个多少钱？那2文钱。太贵了。不算贵了。您看看多新鲜呢，我刚刚从土里摘的，很新鲜的，您看一看呢。哎，非常新鲜的。哎，小姑娘，这个有没有兴趣？谢了，我不要黄瓜。哎，喂喂，不要紧呐。哎，只要你喜欢，我给钱。哎，别走，别走，别走啊！啊，你不是本地人？我是东营人。哦，那你人生路不熟的，应该找一个向导啊。哎，我哈铁儿是最佳人选，我可以带你到处游览呐。哎，别走，别走啊！不要脸的东西，哼！哎，别走啊！你干什么？我想跟你交个朋友啊！哎，我们少爷想跟你交个朋友。哼！哎，快去！别走，别走！走开！哎，放手！你放手啊！啊，又是你这哈铁儿啊！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啊，我倒是谁在这搅和我的好事？原来又是他妈你黄飞鸿啊！你找打是吧？啊，好，难得你这嘴永远保持这么臭，欠揍是吧？小师傅，我们都忍不下去了，要帮忙的话，你就只管出声好了。不用了，谢谢。那，你看你这人多招人恨呢。是啊，你这个人就是招人恨，招人恨，讨厌你，招人恨。少爷，少爷，先回去吧。怎么样？来吧，上啊。嗯，好，有你的。山水有相逢，我们走。走吧，姑娘受惊了。没有，现在已经没事了。谢谢你啊。哪里哪里。姑娘不是本地人吧？我是东营人。哦，那在下有个小小的请求。哦，原来你是有要求的，怪不得你要帮我。在下不是那个意思，那我告辞了。飞鸿大侠，我是开玩笑的，你不要见怪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刚才那个坏蛋叫你黄飞鸿。哦，哎，在你没提要求之前，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啊？你有什么要求？嗯，我初来中原，可不可以带我游览一下这儿的名胜古迹啊？这个没问题。嗯，走。哎哎，小师傅，哎，喂，阿苏啊，我跟那个姑娘去玩玩，你帮我买齐了菜，回宝芝林等我。哎，小师傅，你。
你看，这是我们这儿的龙狮会。真热闹！驾驾，快加油！加油快！快快快！你们快点，加油！快！快点！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现在我们两个善男信女，跪在这儿诚心的求拜您。希望你保佑我们两个连生贵子，不过生女儿也不怕，最要紧的是一年生两个，两年生四个，是吧？什么不听是生个？他们说啊，在这儿赚了便宜。观音菩萨，他打人呢、啊！观音菩萨。啊，小师傅，喜欢吗？那边这个，那，哎，就送给他吧，谢谢你了，走吧。哇，好漂亮！飞鸿哥，真谢谢你带我玩了这么多地方，我真是大开眼界。你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哦，你想让我多陪你几天啊？那当然求之不得了。不过，我想请你帮我找个东洋人，你是来自东洋的，应该不难找到他。那他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是没见过他，不过我听人说他是一身浪人的打扮，还喜欢戴一顶草帽。每个日本人都是这样的。是吗？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挑战武林高手。他已经打伤过很多的高手，成为武林的公敌。因子，你怎么了？哦，没有，我想我有点不舒服。啊，那我们回去吧。嗯。啊，对了，因子姑娘，一有消息随时来宝芝林通知我。饭了，哥哥。你有事瞒着我？没有啊，哪有事瞒着你啊？你老是疑心疑鬼的。你现在虽然若不其事的，但是你的眼睛不会说谎。说吧。嗯，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在外面认识个新朋友。是个男的。你猜猜。不准放肆。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难道有什么事还不能跟哥哥说吗？说呀。我告诉你吧，我今天在外面认识个捏泥人的，他是汉族人，人不错的，还送了一个泥人给我呢，你看，多像你。小猴子，小猴子，现实兵为哥哥生气了，不信妹妹了。我不是不信你，江湖险恶，人心奸诈。你不是饿了吗？吃饭吧。啊。
为什么要停？你为什么不吹了？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明知道我要跟着旋律的节奏去练功，为什么要停？还拿着它，快丢了。我这个做哥哥的，不能理解你的心。也许你现在是应该有心上人了。对不起。哎呀，糟了糟了，卖鱼餐今天又没开档，还是没鱼吃。嗯。哎，朱若荣啊，为什么这两天老不见卖鱼餐呢？你要找他去烟馆，他现在变成大烟鬼了。他跟苏乞儿两个人呢，每天以烟馆为家，连生意都不做。你要买鱼，到别的地方去买。没卖。哎呦！你老不走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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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师叔！哎呀！师叔！哎，钱！你咋弄成这样？师叔，哎，你别理我，是我自愿挨打的，与他们无关，与他们无关呢。你疯了你？我没疯啊，我就是欠了他大烟钱。欠债还钱，为什么要让人打呢？我没钱还烟债呀，就拿皮肉来还吧，让他们打够了，我就可以再抽大烟了。师叔啊，您是练武功的，怎么能受这种气呢？那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有大烟抽啊，血气有什么用啊。哎呀，你不要再管我了。哎，师叔。何少爷，我求求你啊，求求你就给我一口大烟抽吧。何少爷，我求求你，我现在连生意都不做了，就是为了抽您的大烟啊，我憋不住了。何少爷，何少爷，我求求你，滚开。哎呦，师叔，这个就是你师叔啊，黄飞鸿，你也看见了，不是我逼他，我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啊，韩少爷，你打够了吧？我现在可以抽烟了。嗯，好，请。哎呦，想抽烟呐？好，钻过去。师叔，不要，你别管。哎，快点钻呐！钻呐！可以，钻呐！我钻。哎，嘿嘿，黄飞鸿，你这看见了吧？这就是你的师叔。师叔也要钻我的裤裆啊！啊！哈少爷，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啊，随便随便随便。谢谢谢谢。原来真在这抽大烟，为什么你们都自甘堕落？为什么？妈的！黄飞鸿，专门跟我作对，你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我今天不拆了你烟馆，我就不会出去。你往哪儿跑？我叫你打他！我不行
哈铁儿，你害怕了？青黄玉准引人抽大烟，今天我让你抽。丑不报非君子，咱们走着瞧。走，哎呦喂！哎，小师傅，你打得真棒啊，替我们广州人出了一口气呀。小师傅，你等一等，你别走啊。哎呀，小师傅，我以后再抽烟，我就不是人了，不是人。飞鸿，你相信我，我以后再不抽烟了。是啊。师叔，如果你们有决心戒烟，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是是。那个什么黄飞鸿有三头六臂吗？他带了多少人来捣乱呢？刚开张的烟馆就这么轻易的毁掉了吗？你放心吧，我让烟馆重新开张。哼，放心，我就是对你太放心了，才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保证，赔给你啊。赔给我？怎么赔呀？赔一个新的烟馆给我吗？我姑父会出面帮我的嘛。你的姑父在我史密夫的眼睛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不是有利可图，你姑父可以安枕无忧地做他的官，要不然我可以经过外交途径。哎，史先生，万事好商量。哈少爷，你要小心一点，不然的话。史先生，我早就说过，这个奴才啊没有用的。那你有什么办法对付黄飞鸿呢？我有。如果您能够相信我的话，我带几个士兵跟我一块儿去，一定能够挫他的锐气。嗯，也好，黄飞鸿在广州城里就没什么威信了。是。这位先生，您里边请。哎，这有人坐的。您请喝茶。You got them, Buster。这水这么热，想烫死我啊！看你穿得挺斯文的，说话这么粗鲁啊！哦，想不到黄飞鸿会听英文呢。好，真不错，难怪能在武阳城内称得上出类拔萃。错讲了，这么看来，你今天来是专门来找我的，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别兜圈子。你是什么人？我，我是英国商务代办的秘书。听说黄飞鸿功夫了得，我非常的佩服。不过我的英国朋友不大相信，你们说是不是啊 ？You Chinese, a very self-conceited lunatic, who can fist be faster than bullets? If you have balls, prove it to me. 不要说啊，你能翻译他说的话吗？我听不懂。怎么不多念点书呢？哎，不过也不能怪你。秘书先生，我们练武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并不是用来跟子弹比快慢那么无聊的。我就是要比较比较。你害怕了？我告诉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不要以为练武就可以刀枪不入。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我们的洋枪之下。胆小的就跪下求饶，你昨天砸了我们的烟馆。哼哼，
我们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菲尔！还不跪下来，是不是吓傻了啊？你这假洋鬼子，学人放羊屁我不管，叫我下跪，别做梦了！难道你不怕死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黄飞鸿啊，这个游戏玩完了，证明你真有功夫，我甘拜下风。我走了啊啊！没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哦，你都给我跪下了，那我就放你一马。英子姑娘，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还有一句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你真坏啊。哎哎，你别走啊，慢点。哎，你看这花多漂亮啊。我对花没有研究。我就不一样了，日本女孩子要学烹饪及茶道的。是吗？对了，英子姑娘，我拜托你查的那个东洋人有没有下落啊？在我回到这个问题之前，可不可以问你一点事？什么事？为什么你要找那个人呢？你问我这个干什么？这是江湖中的事，我怕我说出来你也未必会明白的。喂，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我已经找到了。他在哪里？十天之前他已经回东洋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语叫做化敌为友吗？你知道的倒不少。这样就好了，既然你找的那个东洋人不在了，那我就可以跟你做个朋友，不就化敌为友了。将，我现在是应战，为我们中国的武林而战，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考虑好了吗？如果不想比武就自断宝剑，我就饶你一命。好，今晚阁下的来意大家都明白，就算要死我也要和你比个高低。来吧。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看朋友。又去看那个捏泥人的朋友了吧？是啊，你是不是不愿意啊？我才不像你那样冷冰冰的，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跟你作对似的。那么我也跟你作对？怕你敢？我是你唯一的亲妹妹，我要帮你洗衣做饭，还要帮你捶背解闷呢。你的口气越来越像死去的妈。咦，你终于打败所有的人，那我们不是可以回家了？我想我们家门前那棵樱花树应该开花了吧。哎呀，哥哥，你又要加名字，我不让你加，我不准你加，你不要加嘛，我不准你加。哎，这是最后一个。啊，对了，哥哥刚才问你来着，是不是又去找那个捏泥人的朋友，还是另结新欢了？我今天跟一个魁梧勇猛的小伙子出去，难道你也想认识他？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话？我现在正正经经地问你，最后一个究竟是谁呀？我想那个黄飞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你用不着跟他打。但是石庄主临死之前提过他，也非等闲之辈。再说他是宝芝林的人。哦，我想起来，豆腐店的老板娘跟我说过，那个什么黄飞鸿啊，上个月偷了人家的东西离开广州了。我想他不会回来了。这就奇怪了，你跟他很熟吗？我去做饭。黄飞鸿，关于你砸烂烟馆的事情，本官本来不想再追究了，但是英国商务代办利用外交途径向朝廷施加压力，这件事情我可……大人，还有这样的事啊？是啊，我现在以朝廷的名义限你明天去英国商务代办处去赔罪。本人乃大清的国民，就算犯了法，自有大清律例处置，为什么要向洋人赔罪呢？是啊，本官也知道不合情理，但是自古有道，弱国无外交，只有委屈。提督大人，就算本人肯冒险去商务代办处走一趟，可有谁能够担保在下的生命安全呢？本官尽力而为了。不过英国商务代办处有外交特权，非本官能力之所及，你自己小心了啊。好吧，那就多谢大人的好意，在下告辞了。请。大人，我们该怎么办呢？等着瞧吧，以后就没人再来麻烦我了。对对对对。史密夫先生，我姑父已经限令黄飞鸿亲自向您赔罪，到时候您想怎么处置他都行啊。这么说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是的，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保证让黄飞鸿那小子直着进来，横着出去。哎呦，我还是不大放心呢。啊，您的意思是？那么多英兵都不是黄飞鸿的对手，我想他不那么容易对付。既然如此，要不要多找些人来助阵呢？如果来的都是饭桶，再多也没用。史先生，您这是干什么？这只是最新式的手枪，想不想见识一下？不要！真没出息，简直是草包！真厉害。有这支这么厉害的手枪，就算黄飞鸿有三头六臂，只要这枪声一响，我看他就要去见上帝了。对对对，说得对，说得对。
好，哎，老板，生意不错，请坐，请坐，请坐。好好，哎，你们俩坐。哎，要吃点什么？哎，先来锅狗肉吧。哎，好，快点啊。好好好，就来就来。今天真是痛快，乌云散尽见晴天。哎，黄飞鸿明天就要去英国商务代办处请罪。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黄飞鸿就是有十条命，也挡不住洋人的枪炮啊。如果黄飞鸿一死，宝芝林就要关门大吉了。错，宝芝林不会关门的，到时候我们开他奶奶一间妓院，到时财源就滚滚来了啊！老爸，这次我单刀赴会，凶多吉少，求您务必保佑我这后继相登。师傅用茶，小师傅擦汗。不用不用不用。哎，小师傅，你不带别人也该带我去吗？去你的。哎呀哎呀，一把铁伞伴我行，哪怕孤身闯天涯。小师傅，你还开玩笑？嗯，哇，你们这是搞什么鬼？小师傅，你不能走啊。飞鸿啊，你可要考虑清楚啊。师叔啊，我是去商务代办处聊聊天儿，你们怎么以为我去送死呢？你一个人去不就是去送死吗？对，要死一块死，要打一块打。是啊。各位，凡事呢要讲个道理，虽说我是去认罪，可是我们理直气壮啊，你们现在摩拳擦掌的，哪儿像是去赔罪呢？倒像是去打架。飞鸿，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可不能太认死理了。对呀，还是听师叔的，别去了。不行，我答应过提督大人的。所谓一言九鼎，我生于堂堂大国，英国商务代办处只是一米之地，何足畏惧呢？前怕狼，后怕虎，那不是我黄飞鸿的为人。对了，师叔啊，你是不是有骨气？有骨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不愧为是黄飞鸿。他就是达斯大师兄的东营人。在下就是京都石兵卫。石兵卫，你放心，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日后再找你算账。你为什么不躲开？在下真的有事要办。阿苏，把伞拿来。哦，啊，我会等你的。黄师傅，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去通知史先生。啊，怎么搞鬼？黄飞鸿，你是不是害怕了？你可千万别误会，要不是给提督大人面子，我才不会来这儿呢，你这杂毛洋鬼子。嗯，他说什么杂毛啊？他在骂你。嗯，如果要不是我敬佩你，我早就把你崩了。现在我给你条生路，跟我们合作，要不然的话，要我昧着良心出卖中国人，绝对办不到。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做人嘛，要看得开一点，知不知道啊？啊，我绝对赞成你这个说法，所以我劝你趁早回老家去削削土豆皮儿，倒还有几年安乐日子过过。这家伙脑袋不开窍，成全他算了。好，等一会儿你下到阴曹地府再去告我的状吧。Really？
边。注意啊！那边，那边。竟敢跑到商务代办处捣乱行凶！提督大人，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住嘴！给我抓住他！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不是帮你，你不能死在他手里。你是谁？黄飞鸿跟你有什么关系？在下京都石兵卫，跟他有一场恩怨未了，与你无关。快点走，要不然对你不利。我跟黄飞鸿有生死之约，明天之前哪个敢动他，我就格杀无论。嘿嘿嘿，你的刀能比我的子弹快吗？在我中枪的同时，我可以令大人你血溅刀下。如果你不信的话，哼，就试试。三天时间办好了私人事，我亲自到提督府去向您有个交代。好，我暂且信你一次。姑父，你怎么可以放虎归山呢？我没法向英雄商务代办交代。对你说谎的惩罚。我几时候说谎了？我见过黄飞鸿了，他根本就没离开过广州。啊，你对他怎么了？你是不是逼他跟你比武啊？你不能这么对他的。他叫得这么亲热，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哪有关系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哼，真不要脸。取笑我。哥哥你坏。他临危不乱，泰山压顶，面不改色，他可真是个人才呀、啊、这就对了，你们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豪杰，你们就成了好朋友了。黄飞鸿深不可测，真是在世难求。哥哥，莫非你想我与黄飞鸿定的是死约？我不找他，他也会来找我，谁都不能改变。不会的，不会的，哥哥，我去劝他别来找你。我与黄飞鸿势不两立，如果哥哥打输了，也要把你托付于他。哥哥，我们还是回东营去吧，我愿意终身不嫁，陪伴哥哥。
你是不是怕我伤了你的心上人？我十几年来所立下的心愿，我是不会改变的。黄麒英，你有个好儿子，也应该快位于九泉之下。飞鸿哥，希望你坐这只船离开广州。请你不要跟我哥哥决斗了。轻舟短桨随风去，水远山长愁煞人。未知相思归何处，一世朦胧孤月中。真想不到一个东洋女子也会用中国的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你是谁呀？为什么偷听人家讲话？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境，而且看得出你对黄飞鸿是真心真意的。你认识飞鸿？嗯。我猜啊，你肯定是他的相好。我与飞鸿少爷真的很好，但不是相好。你称他少爷？我是他大师兄的妻子，所以他叫我大嫂。大嫂。其实今天晚上我不该来找你。为什么？我的丈夫是被你哥哥打死的，正所谓夫仇不共戴天，我与你本是敌人，但我知道你与飞鸿是真心相爱，所以什么？所以你应该劝劝飞鸿别跟令兄决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对你来说手背是肉，手心也是肉，况且你哥哥武功高强，我怕飞鸿。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不可能的。你试过了吗？你未曾尝试又怎么知道不可能呢？就算不行也是尽了力了。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要有人要去做的。我是过来人，不忍心见你们这样分开，所以我才远来见你的。好妹妹，你自己深思熟虑吧。啊，随和刚柔四字真言，无论拳械搏击，任何动作必求腰腿灵活，上下一致。嘿，哈，嘿呀，哈，更兼精气神的配合，方能操纵自如，放手于我。发劲之时，外势柔软，内涵坚刚。进由及腰，蓄而后发，不见其形，急如闪电，便能一击即中，克敌于前。看清楚了。什么人？小师傅，有个东洋女子送上门来了。你可别错失良机啊。这好个阿苏，你整天乱说话，再乱说我打你了。飞鸿哥。嗯，英子姑娘，这么晚有事吗？你不请我进去坐啊，不欢迎我啊。喂喂，小师傅早点睡。你还乱发疯啊。阿苏她真调皮。英子姑娘，现在这么晚了，就我跟你在这个房间里不大方便，有事情明天再说吧。你不是想知道东洋人的消息吗？其实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你哥哥。你怎么知道了的？我真傻，我大概是全广州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对不起啊，我这么做
也是迫不得已。我此行是来求你别跟我哥哥决斗。为什么不去求求你哥呢？如果能说服他，我就用不着来求你了。问题不在我身上，我大师兄死在你哥哥手里。不过大嫂她劝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曾经想算了，可是你哥哥逼人太甚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你跟我哥哥比起来，谁的武功高啊？英子，你不知道，其实武功的高低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护和真诚。可是你哥哥天生好勇斗狠，每次都说是切磋武艺，可是最后总把人赶尽杀绝，实在是太……你不是就盼着跟我比试吗？出招吧。你怎么不带兵器？如果你看不起我的话，就像你冤鬼老爹充满了自信。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也足以杀人。你的双眼充满力光，跟你多说也白费。出手吧。哭什么？你是担心黄飞鸿，还是怕哥哥输？放下儿女私情，因为刀剑无情，专心比武吧。
一生的杀孽嘛，我们中国的习武之道以德为基，以术为本，武功无德不利。当年瓦剌就是看出你这个缺点，才把你逐出宝芝林。难道你至今还不醒悟？其实你应该从头再做起，把武术的德性重新修炼过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武术家。